妈妈，前面那个两个外国人中文好厉害哦。哎，好。对，后来他就把小朋友放在行李箱了。咦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哎呦，通通有，哎哎哦哎，哦哎哦哎，哎哎哦哎，哦哎哦哎，哎来哎好玩，哎来哎好玩。听完他们每个人的声部全部都是准的，没有飘出去的那种感觉。而且我现在发觉他们的余温都在麦克风上面。哎，有没有你们的麦克风不要插，留给我。哎，我们那时候去大陆，然后过海关，然后我们两个在用中文讲话。哦 ，OK。后面一个小朋友就说：“哎，妈妈，前面那个两个外国人中文好厉害哦。”哎，好。对，后来他就把小朋友放在行李箱了。咦？聊天竟然比唱歌更有人看 ，Podcast 里面两个就喜欢，就是拉比赛讲干话啦。后来我们有一次表演在那个专场的时候嘛，红那个西门红楼，当然是红楼嘛哈，河岸留言，河岸留言对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唱歌，我们想说这次要带来不一样的，认真的唱歌，让他们不一样的体会。就我们唱了三首歌都没讲话，哦，啊你们到你们什么时候才会讲话？什么时候就生气？是来听讲话，不是听唱歌啦。你们那么凶哦，这样，那我们就教我们讲话。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讲话？在唱歌我退票了。神经病。谁要看你们唱歌啊？对对对，他们是要去看你们脱口秀的。对，可是因为我们就是太爱拖时间了。有一次也是在西门，然后他们直接把冷气关掉。严重超时。我们唱到后面，大家全部都是汗，那么就湿湿臭臭，哎，不对，对那种感觉。太会老塞。来来来来，大家就迫不及待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他们刚讲话讲那么久，我们现在唱歌唱35秒。好，好，好，主要是听他们讲话。深爱上他 One, two, three, 我要送你九十九朵玫瑰花，花瓣是新来的玫瑰花，我爱你，我愿意，你不用怕，金家的金金男子汉的家，我要送你九十九朵玫瑰花，花瓣做你永远的阿娜达，我要寄张喜帖到你阿妈家，金家的金金男子汉的家。希望 What's going on?
I say hey yeah yeah。现在的成绩我都看得到，谢谢哥哥，而且不知不觉就出道十年，成军十年，对对，今年十一了吧？十一，对，因为其实差不多快放弃了。咦，好不容易撑到十年，放弃什么？哇，太吸引人了！他们这样唱，超厉害！梁杜，梁杜，杜南兄弟，你怎么看他们的表演？我们刚才听完，他们每个人的声部全部都是准的，没有飘出去的那种感觉。而且我现在发觉，他们的余温都在麦克风上面。哎，有没有？你们的麦克风不要插，留给我。哎。然后听完他们两个讲评哦，听完讲评，他们两个说的，就知道他们两个是外行的。你们就好好吃你们的饭，好吧？这种这个人声合唱的蛮多，能够唱得好的也很多。对，但是他们是好在哪呢？好在选的这一首歌。选歌很重要。我这样讲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内行？当然。你们选歌的时候，当时是吧？哎呀，选什么？都神经病，找几个和声呢？多美丽的玫瑰花。等一下，他还有。